盖帆布装沙包，族人将帆布盖住崩塌裸露处，再利用沙包压住帆布。天平台风影响，东部海岸27号晚间经历了一夜的强阵风及豪大雨，造成了台东成功镇宜湾部落公墓有两座坟墓的地基出现崩塌。是这次台风啊，昨天晚上比较严重了，昨天下大雨啊，昨天晚上。东海岸地区虽然27号晚间经历了一夜风雨，不过28号白天倒是减弱许多。坟墓地基出现崩塌的家属也趁时够紧急利用帆布、沙包处置，防范再崩塌。记者法务台东成功采访报道。